送我一起去吧，我跟天青约了12点。不要。哎呦，让我多陪陪你嘛，啊，浪漫一下嘛，嗯。你少来了，老是把我扔在家里，就像鱼跟肉一样放在冰箱，要用就把它拿出来，不要的话就把它扔回去。哎，你妈卖公爱要悲哀，我每天养船出海，为什么？哎，我们总要吃饭、穿衣服、有房子住吧？我每天在家里，你养我啊？先生，你不养我也没关系。你又来了，每次我要出海你就闹。哎，对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是有别人了？好无聊了！你要真有别人，你讲清楚，我可以了解。你现在是来劲了是不是？刚刚是谁委屈，还说有养我之类的话？那你也要愿意被我养啊！搞不好你愿意给别人养啊！说不定你已经被别人养了。你这什么话？这样很有意思吗？谁会觉得戴绿帽子很有意思？神经病！哎，你给我讲清楚。闭嘴！我没说话。小子跑哪玩去了？拔了几个妹啊？走了走了走了。